真欢喜，伫上帝日顶来到伫上帝日家。今仔日，我无要用真侪时间，因为我将这个时间到完全三一时。伫圣经内面耶稣讲啥？你着陪我的担来对我好，因为担我的担是轻，我的担是快，对我好的人，你得着安息。因为伫基督徒的生活内面，记得咱伫个学一个对象，学啥？耶稣，咱的主，咱的基督。基督徒的目标，咱做伊的学生。基督徒的意思是基督的学生，所以基督的学生伫个学的，毋是咧学即世间的名声，毋是咧学即世间的真多，遮个各行各业的遐个，要对耶稣来学。在专业上，你爱去学你的专业的老师，但是整个人生，到底咱的人生要安怎活得真丰富、真有价值、生命的价值，耶稣讲来对我好。啊，伫耶稣都给咱的这个生命真轻、真快，所以不是伫咧行你家己的人生，过你家己的道。学耶稣，保罗嘛伫咧讲，恁来学我，亲像我学啥？基督，所以咱做耶稣基督对耶稣的人，咱敢若伫咧学一个生命的重心，重心就着学基督。学了了后，咱要分享给人，毋是咱比人较老，是我对主要学着生命的一寡内涵，我要甲你分享，毋是要甲人教，是分享。分享的意思是，我互你看，我讲，互你做参考。你若感觉会使，你捡去用，你捡去用。所以做一个基督徒，绝对无用强调的方式来对待人。你若是一个好的父母，你嘛无用强调的方式伫咧教育你的囝子，是父母活出来，然后互囝子感觉真感动，囝子捡去用。所以这叫做分享生命。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大概敢若两项：一个来互主，一个咱分享。分享是分出去，来学就是谦卑来学。今仔日我用真欢喜，咱教会内面有真侪真水的团体，青年团契加关键三医师，所以这一波是大家来拜过啊，其他的时间，拢有真侪的课程，啊嘛有真侪女性者，甲咱家己教会还是其他教会的人，伫遐三甲伫遐学习，我想今日用淡薄时间，从这个互伊甲咱来分享，愿上帝神用伊今仔日，互咱大家人会当三个来学，什么是亲密的关系？亲密是甲人，亲密是甲上帝，甲上帝关系哪里啊？了，才有法通来记住啦。来，咱来甲范律师拍一个头啊，最好的。咱来看一个啥？这杂是啥？啊？苹果树是吧？苹果树，啥物叫做苹果树？伊若结荔枝，敢叫做苹果树？伊若结山药，敢叫做苹果树？所以咱个叫做苹果树是啥物关系？是结苹果对吧？所以苹果树是咪结苹果？所以当人来问咱讲，啥物叫做苹果树？结得出苹果，也叫做苹果树，哈、哦。所以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真简单，什么叫做苹果树？结得出苹果，叫做苹果树。这样在问第二个问题，当人来问咱讲，什么叫做基督徒？咱要怎回答？是结得出什么叫做基督徒？结巴拉古啊山呀？是吗？到时安尼，保罗讲，他都我书里讲的，保罗讲。什么叫做基督徒？伫真理上合一，我们会当认捌着耶稣，认捌着上帝的子，会当长大成人，会当成做基督这一半。这个班头，这个较叫做基督徒，对无？这个较叫做基督徒。所以这班的敢叫做基督徒？你看这教我这班的敢叫做基督徒？伫姊妹团体内底，你分享啊，你教有三个。有三个方向来学习要安怎行，要安怎做基督徒的班。头一个叫做 LQ，
学习相受。咱人一生来就无遐敖，咱爱有在培养咱的技能，培养咱的材料，所以头一个重要是学习相受。但是呢，你一个人搁较欠卡，敢有效？搁较欠卡，足够人帮你敢有效？无效对无？所以必须要学，爱搁学第二个叫做情绪的相受 EQ。对哇，你爱情绪爱有够好，才有控制，袂使足够人玩的，安尼你唔才有效对哇。但是刚才讲这两个 LQ 甲 EQ 敢有够？无够，你一个人足欠卡，一个人喜怒不形于色，这种人有可能足阴骗的吼，对哇，足阴骗。所以刚才讲这两个无够，安尼无在请足祈祷的班，要去学啥物？第三个叫做灵性的享受。你必须要伫圣灵内底有在祈祷，安尼靠在行，行出着祈祷的办法，吼、哦。好，所以咱今日又谈到新的概念，对无？台拢真后，台拢真新的一种的概念。你着尽心、尽心、尽意听主安怎？你的上帝，所以三人的上帝，是你的上帝，毋是牧师的上帝，毋是教会的上帝。必须要甲你有真心的关系，这个上帝才叫做上帝。如果这个上帝若甲你无关系，你会去认捌着弗洛伊德的上帝、马克思的上帝，这种上帝真危险，真危险。所以你这个上帝必须要甲你有真心的关系。这个第一条界，你要真心、真心、真意听住这个听是啥物听？这种听吼，无主体甲客体分别，啥物意思？咱听上帝，但是上帝。就予咱听是毋是安尼？毋是，有即无主题啊，迄个，咱是本人的去听上帝，啊，所以上帝毋是欠咱的听，但是呢，咱伫听上帝过头，咱会当得到上帝对咱的听，所以即个听无主题啊，迄个，所以你伫听上帝时阵有需要动机无？无需要呢，你毋免因为伊的宝贝你平安大赚钱，你才去甲听上帝呢？毋是呢，所以咱基督徒听上帝。是为着要求平安大赚钱，那是咱本人咱这种听来听。所以因为是这个听非常的重要，所以耶稣讲这个解是大个，嘛是头一个。这个解是大个，嘛是头一个。过来呢，要照着这个听，所以讲第二个嘛三成像是讲要照着第一界的听来听啥物，你着听出比亲像家己。如果你老在用着第一界听出迄种听来听出比亲像家己，安尼你着。无，因为你无迄个主体甲客体迄种听，你就无迄个心机，所以你袂因为你听人的时阵吼，迄、个动机无得到满足，来受伤，来怨恨，对无？咱想看嘛，咱咧听囝的时阵是用啥物款听？咱咧听囝的时阵用啥物听？甲听上帝听甲无甲我听，无同吼。即个囝若嘛对真不好，甲你忤逆，甲你忘记，吼，甲你对恁做。对安尼，甲你排解排到足严重诶，你安怎想？要怎伊尊出事，甲做伊死着？迄就是动机。咱生囝有小可有动机，咱希望这个囝当公众也要做这个动机。这个动机无得到满足，咱就再换落咱的囝儿对无？所以耶稣讲，咱学习，咱爱第二条界是。爱亲像是讲，三亲像是讲，甲第一条解同款。你有法度听一个人听到无同意无？若有安尼，则有祈祷的办对哇。所以这两条解是全文化甲圣经的种源头，吼、哦，也算安尼讲。所以咱对这来开始学习。而且两只动物拢偏偏去走走，你感觉有同款无？无同款对哇。后壁这只走走，你为着啥物？伊就过三顿，为着生活对无？啊，头前一只，为着生命对无？所以后壁这只你走动，伊用啥物来走袂使？伊尽力就好，因为这顿食无了，一顿较过来命，所以尽力就好。但头前这只哩，尽力够不够？无够，因遐是为着生命在拼命啊，所以伊爱尽心、尽心、尽力。所以尽心、尽力、尽心、尽力，而且伊有法度像头前这只安尼去走动伊的生活无？吼、哦。好，咱来看后壁这只，这只爸吼，这只爸吼，因为有需要，所以呢，伊尽力去走，所以伊干呐靠跟头拄仔这三个 Q 内底 ，L Q 甲 E Q， 伊学习相处甲情绪相处提高，安尼就好啊，安尼就会使啊。
所以咱的生活到今安尼尔，也是咱要搁像头前即只安尼，头前即只因为是必要，头前是为了需要，即边是为了必要，所以尽心尽心尽力尽力来走。所以呢，伊除了扩展了伊的 LQ， 伊的学习享受，伊的情绪享受以外，伊还搁对生命有足深的、会足深的疼，足深的业障吼，伊叫做情绪享受。所以咱有在你走动的时阵，从头前即只安尼来走，这里它叫做你学耶稣的班吼。这个故事大家拢真清楚啦吼，好真相嘛，先安即先吼。这个故事就是讲。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来要去耶利哥嘛，啊，你看到撞到土匪，啊，去互抢了了，衫都脱，去互绑了了嘛。啊，所以头一个对遐行过，总统对遐过吼，总统讲啊，真歹势，我正要开一个国际迄个记者会，要来看安怎照顾伊的生活，所以即嘛无闲，所以拢甲下过。头前这个是坐席，后壁对一边行政官员。行政官嘛讲真歹势，我要来甲总统开记者会，嘛无闲要解救，所以嘛甲下过。后壁这是第二啦，拄啊好第三下过，互看你上那水的迄个撒玛利亚人出手，甲伊牵伊个空嘴，甲伊带去客店，去 check in， 啊就啊客等于拄来 check out 的钱拢甲人拿来安尼。耶稣问讲，啥人是你的厝边？啥人是你的厝边？撒瑪利亞人對吧？所以這兩個人，這四跟利未人，他們的財富都很高，他們的 LQ 和 EQ 都很高，非常的高，但是這樣有夠，這都不是我們的出兵，我們的出兵必須要像撒瑪利亞人這樣，除了財富以外，他對靈命的程度有夠，所以 EQ、LQ 和 SQ 都要有夠。如果咱的生活若像这个移民人，人甲这个祭司同款吼，因着共，因着为着需要吼，因会尽量去奉献了文化，所以因的 LQ 甲 EQ 拢真高，所以伊的能力甲学习拢会真高，所以想做一个偌大的歌手，真侪人伫生活内底是做到抢物件，名甲利拢是因偌大的关系，吼。这是咱的耶稣，咱的耶稣因为必要，所以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听。伊确定了伊的能力，在外国对人民程度拢有追求，所以伊是耶稣的囝。啊，透过伊人是耶稣的囝，咱也要学咱这个咱的这个道正肉体的对象啊。所以，前面谈起有一个作大嘛，就是咱看有在较歪。听有因这基督的办法，要也是无吼，所以新的改变。如果你领导伫这个家内底，你充满了伤痛甲怨恨，那么问一个问题：伫这个家，你真心真诚真诚听是啥物啊？你若受到真大的怨恨，你对这个家着作者的生痛的痛苦，你听是啥物啊？真心真诚。真啦，所听的是啥物啦？吼、哦，你问一个问题。所以目前你这个家吼，你的状态是啥物？你是有肢体暴力无？有家暴的问题无？或者是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是言语的无？这个暴力虽然无用拍，但是听讲一寡作恶的话安尼，言语的暴力。啊是第三个，相敬如宾，当下厝无小少问，大家住伫共一间旅馆安尼。相敬如宾，或者是你是同情伊，选一个答案。恁遮哩就是对一个，啊，毋免讲，叫你答案拍得真完美就好。到底是对一项？安尼看这两个啦，恁好无？恁两个问题无？咱来问看，咱有形象这两个人是好无问题无？咱讲魔鬼吼，有两个白茶类，头一个白茶类。魔鬼的头一个在讲啥物？哦，你拢无问题。所以咱若问看咱家己，咱的阿母的时间都是有问题无？魔鬼的头一个，白查的是讲你拢无问题。啊，若你拢无问题好，安尼请问你，若拢无问题是安怎？你会等于甲厝内个死？而且你甲厝内卡袂落去性地，等于甲厝无代无事，即也袂使，也袂卡袂。等于甲厝，伊人拢是比你无较重要，比你人较重要。等于甲厝，你会记。一家那阿爷啊，
凊彩开钱的金额，伫你的网络内底，诶，逐项现你着要来，啊，无种永远拢毋认错，啊，查你啊，关键着讲要离婚，也是有分外钱，也是分房分地。如果若无问题，谁人若有遮侪问题？所以若有遮侪问题的话，魔鬼着讲第二个袂插落，第二个袂插落是啥物？啊，你无救啊！头先讲你若无问题，第二个啊，你若无救啊！叫我这个问题拢无去啊，对无？啊，做一个基督徒，咱甲安尼想，你敢完全相信这个神？咱这个神是一个真神的爱神，你敢完全相信安尼？所以你若无拒绝的话，咱就有深深的学习的空间，对不对？所以咧，咱生命开始就为了安尼，为了要体验咱的神呀，咱伫遮伫团体内底互相商量、互相分享。这是阮生命团契的书主内底的。老师啦，吼，这个老师就是黄维仁。黄维仁，伊即摆目前是伫迄个美国的西北大学内底的医学院，伊的外号叫做爱情博士啦，吼。啊，这两个念头也是阮两个啦，吼。啊，阮是第一届，是黄维仁博士训练出来第一届培训师，阮伫二零一三年是有着这个装备，得着这个资格，吼。啊，这是阮所学习的这个过程，吼。好，咱来看咱的脚了，咱所行过。这吼，因为足济，所以我最近两年我无去感受的，因为无去大汉足大吼，咱要避免。咱行了济吼，这足济地方是伫本州、本乡吼，拢伫外口。安尼行过。好，再来讲到这个表，咱前面团结遮久啊吼，足济。所以咱听这时阵，拢会认为这亲密之旅吼，就是讲男女谈恋爱的代志尔，对无？我既然听到讲这吼，我就转眼去，即个咱常听到人讲，啊，恁这基督徒拢死无人头的，恁基督徒敢死无人头？对，咱基督徒是因为有国外观念，所以咱对咱免讲头来面对死无对，但是咱敢是无情无义死无人头？毋是，所以同款吼，亲密之旅所讲的课程内底吼。唔是干咧讲男女之间的问题尔，虽然伫人际关系就矛盾啊吼，矛盾内底上重要、上复杂的是夫妻之间，因为啥物讲？因为迄关系吼，你的顶司甲你的关系吼，一条天柱一条线，迄都会使换头路就好啊，迄都无啥物较出了大问题对无？啊，爸囝、兄弟、即朋友，即拢总以夫妻关系为基础，所以你若甲恁夫妻关系在做甲真好的时阵，照理讲你的人际关系就在真好。所以伫这种课程内底，伊唔呐，你也看迄、那个，我正无拍看，我无在比吼，迄、那个幸福的婚姻，你也拢总收到，你也在学习对幸福的婚姻，学习到整个人际关系。但是内底呢，有讲真济领导吼、哦、同意，领导同意就了无碍。所以我伫看病。我感觉真好用，我伫病院伫做主管，伫带领团队真好用，伫教会伫带人去，我嘛感觉真好用。所以，我甚至感觉，如果若伫漳州内底有佚佗，嘛是会真好用。所以，种种的学习课程，即绝对毋但是干呢男女伫讲谈恋爱尔，所以希望咱大家当了解。啊，所以这种课程，如果恁若伫恁的单位、恁的职场内底，感觉讲哎呀。对这个有兴趣，啊！咱即马团结，行来甲即马训练二十个外个师资啊，咱会使外派去甲恁的职场吼，恁职业场所来甲咱大家分享，这无问题。如果若有需要，请甲阮联络吼，安尼。啊，这堂课有啥物内容？这堂课有两个人感觉真有内容吼，头一个当然是讲我这个老师啦吼。那这老师伫这个课内底，伊讲，当你面对着困难的时阵，你要有四个态度。好，一个态度是啥物？面衰，拄着啊就是衰。你唔通看面，就是接受你拄着，面对着困难的时阵面衰。第二个态度是啥物？接受现实，你袂使啥物啊，就是发生啊，接受现实。第三个态度，自求多福。咱真侪人拢认衰了啊，万般拢是命，观点不由人转，归去安尼是死好。不对，咱来到遮爱自求多福。咱的耶稣，咱的上帝，
咱上帝派耶稣来是要教咱有足济诶祝福，足济疼痛，足济诶应允要予咱，咱来伫遮做学习。所以你爱自求多福，哎，反败为胜。另外一个真牛诶人就是即个叫何德利亚吼，即啥？圣言法师嘛吼，圣言法师，伊讲，伊嘛讲差不多即个代志，伊讲爱面对伊，吼，就做下面对伊，接受伊，处理，啊，蛮处理，处理放下伊。所以这种课就是要教你要安怎处理放下伊，要安怎自求多福，安怎反败为胜。所以这真值得咱两万的一个课程啦吼。啊，最后我讲一个故事。这上面这功夫上好对无？一个学生吼、哦、问老师讲：“哎，老师啊，要安怎得到地位？”我讲总经理就好对无？我甲你讲，伊袂甲你讲，迄伊个同闭关，伊袂教你安怎得到地位吼、哦。好，师傅啊，要安怎得到地位？老师讲：“爱有正确的判断，爱有正确判断，对。啊，但是呢，要安怎有正确的判断呢？”老师讲。即个靠经验，你要来靠经验，靠。啊，但是要哪得到经验呢？老师讲，还有错误的判断。还有错误的判断，因为错误的判断，你才得到经验；有经验，你才得到正确的判断，所以你才得到地位，对哇？所以错误的判断就惊哇，惊哇吼。所以咱甲人斗阵时，咱经过做一错误判断，敢是？所以伤痕累累，对哇？咱就使来个。啊，所以这就讲了我主题。所以咱做一个人诶，你到底是专家还是学者？你敢做到诶，拢是专家。咱看出个专家拢无得意哦。所以你敢是专家，还是学者？大师你讲，讲聪明啥物？啥物叫做聪明？聪明就是发现你并无聪明，即个叫做聪明。发现你并无聪明，所以是专家学者，是学者。你会当往上面接近。哪来哪外，但是无可能成做上帝，你是学者，是世人做学者，这是阮的概念。所以这是两个念头的吼，两个无聪明的念头在遮吼。所以耶稣讲，恁着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就是我的命令，咱接受这命令哦。你若接受，把你的枕头啊拿出来，三人是你的厝边，你要听厝边，先就把你三人是你的厝边，你的亲人是你的厝边。你的朋友是你的厝边，你本身甲你的亲戚、你阿还是你某，是你真亲的囝儿，拢感觉，你的爸母拢是你的厝边。你要看到做一个受着痛苦的人哦，咱要做一个朋友，只来在受苦，这是你的厝边。你的厝边，你的真正厝边，你的同事就是你的厝边。所以，咱有真正像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哦，咱做人的厝边。好的厝边，好，啊！再讲因，无说你问我讲，我是安怎无来无去，伫到你广播这个行政的民事行政局的去广播，即个月几月份？四月嘛，吼，好，咱来看下个月，下个月有两个重要的日子，真难记，十七甲二十，要发生啥物大代志？头一个因为要开课，办三千个考试，第二个。这是早上的课，这仪式和音乐和要开生命之旅的课，吼、哦！而且大家恁啊，感觉有人有需要，啊，要去教会有困难，要伫仪式较，要伫仪式诶组织的仪式，啊，咱八月啊，拜一的早起九点半一班，啊，若暗时的七点一班，吼、哦！这五月二六月啊，很贵，无代志，七月嘛一个搁较大日子，七月初要创啊？咱应付家己要开课，吼、哦，伫七点半至九点半，吼、哦，啊，所以希望大家兄弟呐，感觉有需要，是你感觉有闲，啊，咱做起来学习，咱做起来会啦，吼、哦，啊，所以咱三个礼拜五暗时才学习，咱内底吼真闹热啦，啊，你内底无啥物禁忌，特别拢是家己的人，所以无啥物秘密好，大家对这下讲很难讲，吼、哦。啊，你若有一寡心事，有啥要分享，要找朋友，咱通做朋友，吼、哦。最后我用这个 Marie Bowen 吼、哦，伊讲的话吼，咱做最后分享。伊讲，你若是真真正正无了解，
安尼你就知影要怎做。你若是真真正正有了解，你就真心真诚真意听主你上帝是啥物，安尼你就有在知影要怎听主你亲人家己，而且调换这个话，你就知影啥物人是你的主意，吼、哦。这是我的分享，第三期忘不了啊。在圣经内面耶稣有讲啊两句话，一个就是爱所有基督徒到普天的去传福音，和上帝听世间人这个听会当传出去。但是刘英啊，这你甲我咱敢有可能会当正做宣教师，真正会当到天边海角，离开你的家庭，离开你的亲人，然后变到普天的去传福音。有可能，无可能 ，OK。但是有少数的人有可能，所以对遐有可能的人，上帝先呼召你，让伊成做海外的宣道者。你若我讲成做到世界各所在去，伫遐认同遐个人的苦难，成做传福音使者的人，耶稣佫另外一句话讲，你着听厝边安怎，亲像家己，下一日的厝边。叫巴黎斯因为信天下级列出兵你身边三个困港丢面层的那个就是你第一列出兵困港丢面层的那个信天方面就在心里听他跟你绝对不同款但是你比较要包容听你包容他听不能让他受到压力同款，对方若听你，嘛唔通让你受大压力。大家有一个空间，空间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阿母相处，拜托你若听我，请保留给我有空间，安尼有简单无？莫甲我关心这，莫甲我硬硬量，我嘛莫甲你关心这，慢慢参考你想做意见。因为我疼你，就让你有一寡自由。安尼三个月，下是厝边，除了当面层的以外，厝内人就是你的厝边。厝内人包括你的四大人，你已经二十年、三十年离开伊啊，但是伊真正真疼你。伊把你性命啊，保护你，栽培你。所以你到即久已经离开二三十年，你有听伊无？你有关心伊无？像是你的厝边，你真正身边有真侪艰苦的人，你会当陪伴，你就陪伴；你若无法当陪伴，你就介绍来教会，教会小伊一摆团结；你若无法度，你就送伊来亲密团契。因为真侪冲突危机的人。在亲密团契得到鼓励安慰，由于现代的个婚姻、感情、家庭话题的最少，哪来哪多，哪来哪少？人的地生人缘、经济哪好、大个厝哪好，冲突、拆离、冷淡哪多。所以，伫遮我要鼓励有几种的人，我要鼓励你来参加亲密团契。青年人，你若想要结婚呢，你爱学要安怎甲人三甲生活。所以青年人，你爱来学结婚了的人，有囡仔了后一段时间，你需要来学，因为迄个是压力的膨胀期。囡仔伫出世了后到国校这段时间，初中这段时间是夫妇的中间的压力期。佫另外一个阶段是我即款的年龄，四十五岁了后，五十五岁左右，这是叫做中年危机期。我甲我身边两位主治医生，佫拢平安伫即个危机期，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这段时间，middle age crisis， 佫过。退休了后，那段时间，子孙拢走了了，剩伊两个。
退休了迄段时间，两个阿仔某担当两个人三角困、三角生活，日子好过也歹过，无一定好过。这是另外一段的危机期，所以亲密团契伫这个遮，伫个帮助咱行过，调整真侪物件，看行过，向前看，向前走，都过去了。什么人行未过，就伫遐发生代志。咱教会了，你若看咱的教会情况，咱教会有太侪团体，我讲你会当入啊，因为伫这个团体内有真侪领袖，真侪起坐甲鼓励安慰。我嘛，你会当知啦。你若无知啦，你实在是蒙教会基督的替工有啥会丢不惨？我趁一个机会，第二个我要请迄个彩虹生命团契的桂兰姐啊，三个来分享因咧做的事工。因为今仔日伫这个遮，我要甲咱讲，咱的信仰叫做万人该祭司，每一个人拢是祭司，所以你应该还有使命甲人分享。那么伫这个信仰里面，咱要鼓励讲，兄弟啊，只要你若有经历的人，你拢会当起来遮，把你的性命分享。这是咱三甲地主的内面，三甲地的有基督的性命。但你若袂当到伫真远，请你听主的声，听你的厝边，亲像听家己，愿上帝的神伫咱的中间，三甲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你若听阮，叫阮逐个人要注意家己身躯的健康，着爱运动，着爱睏落饱，着爱食好健。然后需要时，阮着你着爱去找医生。感谢，互阮银行教会有真侪遮个三甲陪伴的兄弟姊妹长辈，然后三甲就轻松运动的一寡朋友，而且阮的教会会有即款的恩典。有这么多医生，这么多医护人员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愿我的身躯因为这些人互相三角关心疼惜，身躯得到健康，我的心神因为互相的关系亲密，我的心灵有真多喜乐平安感恩的生活。就总是上帝，我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spiritual 心灵的健康，心灵的健康达到我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心灵的健康，独独我会当安静伫上帝的手中，互上帝甲阮抱伫迄个咧，啊，恳求上帝通过阮经验，我嘛欢喜行入伫你的怀抱。每一个人，阮的精神、阮的心神、阮的肉体，拢会当伫你的内面得到安息，嘛得到勇敢，互阮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进入家己国度内面的每一个人。拢看到我的生命是丰富的，是健康的，是充满感恩的。我用我的祈祷献伫你的面前，用我的敬拜做活化的祭，愿你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